商品发表会正式开始。向我们所有莅临现场的贵宾以及媒体朋友们致上最诚挚的感谢以及欢迎。雅马哈
长期以来秉持着 Reach Your Heart 的品牌精神，持续提供着我们所有消费者充满了乐趣的商品以及满意的服务，并且让我们所有 Yamaha 的 fans 都可以感受到由行动所带来的一个愉悦感。那至今累计销售已经超过了1000万台的一个佳绩，在这边呢也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所有媒体朋友以及我们的车主的长期以来的支持以及热爱。现在可以让我借我们所有贵宾的双手，给我们这1000多万位的车主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同时也要感谢我们所有 Yamaha 的伙伴长期以来的坚持以及努力，我们才可以有这么好的成绩。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品发表会这边，除了邀请我们所有的贵宾跟媒体朋友们跟我们一同来欢庆30周年之外，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个惊喜，稍后就为各位贵宾来呈现，也请各位贵宾可以稍作等候。那今天在我们商品发表会上，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诸位重量级的贵宾，接下来就安娜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首先，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YMP 武田真二总经理 Takeda Sogiri， 掌声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YMP 高勤阔副总经理，欢迎高副总。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YMP 长谷川副总经理，还是高副总经理，掌声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YMP 陈辉煌顾问，掌声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YMRT 仲秋一总经理，阿基苏盖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德蒙陈耀铎陈总经理，掌声欢迎。以及我们 YMPP 钟景根总经理，高一松 Gary。YMRT 许汉全副总经理许副总，以及我们的前交通部次长张秋春，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所有贵宾莅临现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武田总经理来为各位说几句话，掌声欢迎台北大松 Gary。 どうぞ元気で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谢先生，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雅马哈摩托总经理吴建泽啊，请多多指教。金刚闭目中佛，可以吗？嗨，本日は、お忙しいところ YMT30 周年、記念モデルの記者発表会に、ご参加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年台湾ヤマハ汽車工業は前身のヤマハパートナー2社を統合し新会社として設立し30周年を迎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弊社の活動にご理解ご支援いただいている台湾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県政府、全台湾の地方政府で、台湾でヤマハのビジネスの礎を作ってきた工学者満山工業の皆様、ヤマハのものづくりを支えていただいてきた部品メーカー様や、物流保険等でヤマハをサポートしていただいた各社様、全国のヤマハ販売会社販売店の皆様、そしてヤマハの思いや方針をご理解してご協力いただいた、メディアの皆様、大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して、何よりもヤマハの製品をこれまで使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お客様、台湾の皆様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ヤマハは台湾で商品を販売するだけではなく台湾の人たちと一緒に商品の企画、開発、部品の調達をし製造をしてきました。そして台湾のお客様に全台湾のヤマハ販社販売店を通じて商品を提供してきました。台湾の皆様に支えられてきたこの30年でした。ヤマハはブランドスローガン「レブツヤーハート」を掲げ全世界で活動を展開しています。
これは世界中で、ヤマハと関わる人々にその期待を超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心躍る豊かな瞬間、最高の感動体験を届けたいという強い思いを込めた言葉です。台湾においても、ヤマハは常に情熱を持ち続けヤマハらしいものづくりとお客様へのことの提供に力を入れ、皆様により豊かな生活と感動を提供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今回30周年を記念して特別使用車を4モデル発売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これはヤマハ発動機の重要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一つであるヤマハレースのイメージカラー、ヤマハレーシングブルーをベースとしてデザインしています。本日はこの特別使用モデル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台湾の皆様にヤマハのこの感謝の気持ちと特別使用車の発売のニュースをメディアの皆様よりぜひお伝えいただきますよう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本日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各位谢谢大家。再次非常谢谢李晨总经理，刚才跟你说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那刚刚我们的吴总经理也有提到，关于我们这30周年的特别惊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呢？相信呢，各位媒体朋友跟安娜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想要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呢？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马上为各位来揭晓一下我们30周年的特别惊喜，请看。60年来，雅马哈不断在赛场屡创佳绩。精神挑战精神的台湾深夜汽车迈入30年，30周年特仕版荣耀登场。60年来，雅马哈不断在赛场屡创佳绩。精神挑战精神的台湾深夜汽车迈入30年，30周年特仕版荣耀登场。2016台湾山叶机车30周年纪念特试车即将登场。设计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一色执行设计师，掌声欢迎 Ishiki 桑，欢迎。こんにち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一色，京都的馆长。掌声鼓励！哇，中文真的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以上哦，去过过去过，我就是的呢。不知道你在台湾来多久了，我来问一下好了。台湾你どのぐらい来てますか？実はまだ半年ぐらいで、まだ全然。哦，听说我们的一色设计师才来半年，中文就讲得这么好。那不知道我们的设计师之前呢，来台湾之前有没有待过什么样的地方呢？台湾に来る前にどこにい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か？
台湾来る前は日本なんですけど、はい、いろんな仕事してて、あのヨーロッパにも2000年から6年ほど駐在してたことです。哦，原来我们的设计师他在来台湾之前是待在日本，而在2000年到2006年待在欧洲已经有6年的时间。そしてどんなようなあの作品を作ったんですか？ですね、まあ、台湾に馴染みがあるとすると、先ほど出たマジェスティ125、98年ですね。哦，那刚刚我问到呢，就是有没有设计过什么样的作品的时候，他说像台湾的我们的那个车名应该相当熟悉的话，就是我们这一台 Majesty 125，是不是？あとまあ皆さんご存知だとすると T Max かな。ヨーロッパにいる時にですね、結構あのカラーリングを6、7年やってまして、こういったあのマットカラーっていうのもですね、もう今ではみんなご存知なんだけど、ずっとやって。それはなんか世界で流行ったのかなってちょっと思ってます。是，那我们那个一色设计师呢，在欧洲的时候呢，也有关于一些配色的设计有做过。像这个我们的那个 T-Max 呢，它的那个配色几乎都是我们的那个一色设计师所设计的。像这个最近很流行的消光色，都是他一手打造的哦。那我想要问一下呢，关于我们这一次呢三十周年的这些特色的特试车，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回発表となった四モデルの共通の要素は何ですか？はい、じゃあ、ですね、まずはレーシングブルーですね。レーシングブルー。はい。那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レーシングブルー。但是为什么是蓝色、为什么是ブルー？なぜ青ですか？これはですね、はい。我々のレーシングブルーっていうのは、ヤマハのレースのカラーのシンボルなんですね。で、レース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挑戦と革新の連続です。これまさに、あのヤマハが台湾で30年やってきた歩みそのもの。でそこであの今回のモデルをあの考えるときにですね、デザインするときにこのブルー以外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した。是，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 Racing Blue 用蓝色这个颜色呢？其实呢，它就是代表了我们 Yamaha 的赛车，它一直以来有那种革新挑战的这种精神，所以呢，这次也是特别放在我们的三十周年的 Racing Blue 作为一个象征。はい。で、あの Racing Blue 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あのまあ青なんですけど。でこれなんで青なのかっていうと、あの地球をイメージしています。而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蓝色也是象征着地球。で地球って青ですよね。で、あのヤマハって陸海空すべてのあの領域において製品を展開するブランドだから、それでブルーっていう発想なんですね。是，那因为呢，像地球上面有陆、海、空，而我们雅马哈的产品呢，就刚好是涵盖了陆、海、空的这些产品，所以呢，当然也是使用蓝色这个代表地球的颜色。はい。そしてあの、まあ、青の持つ知性、そして情熱、この二面性も我々非常に大事にしているポイントです。是的，那同时呢，因为蓝色也是代表了知性以及热情这一个有两面性的一个颜色，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颜色。でですね、ちょっと余談なんですけど、火が燃え上がるときにですね、最高温度、燃焼温度に達するときの色っていうのは、赤でも黄色でもなくて青なんですね。那不知道我们现场贵宾知不知道，其实当火焰在燃烧的时候，温度最高的时候，它不是红色，不是黄色，而是蓝色。大家知道吗？で、あのレクサスが言ってたりします。これはレクサスの記憶ですけど。で、レクサスはあのまあヤマハともあの関係があって。エンジンをね、ヤマハが作って提供してたりします。那刚刚这段话呢，其实是 Lexus 说的，因为呢，他们其实引擎本身就是我们ヤマハ所制造的，所以是我们的好伙伴哦。嗨，啊，原来如此。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共通的特色之外，那还有什么是这一次三十周年特别的呢？あの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っていうのは聞いたんですけども、今回のあのデザインとしてを作ったんですか？はい、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もあるんですが、その前にちょっとあの30周年のエンブレムの話していいですか？是。ね、この今回青とこの30周年のエンブレムがあのこの4つのモデルに共通しているんですが、でこのエンブレムにあの込めた思いというのがあってですね、まあ、先ほどのレーシングブルーが上に入っていて、で下にはですね、その、挑戦するときにですね、飽くなきやっぱあのテクノロジーへの探求、これも非常に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て、それをこの下のシルバーで表しています。是，那除了刚刚我们讲的 Racing Blue 呢，它就是一个象征之外，我们也有一个三十周年的这一个试贴。那它的颜色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Racing Blue 作为基底，然后下面呢，还有就是追求科技、追求高科技的这一个概念的银色在上面。はい、というこれが三十周年ですね。
で、この手前の、ね、3つに関してはあの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というパターンが入っています。こちらですね。是的，那刚刚呢？除了这一个就是三十周年试贴之外，从左边开始的我们的 R3， 然后 S Max 以及我们新进站呢，还有使用的 Speed Block 这个象征的一个标志。Speed Block 啊，何ですか？我想相信大家刚刚听到的 Speed Block 好像觉得好像知道，但是又不太清楚，不然我们就请我们一色设计师为我们来做详细一点的解说。もうちょっと詳しく説明いただけますか？でですね、あの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ってこれヤマハレーシングの象徴で、あの象徴のシンボルマークなんですね。で、あの歴史的な話をちょっとだけすると、1970年代の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レースシーン、そこに、オリジナルの、グラフィックかながあります。是，那简单的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Speed Block 它的历史，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970年这个美国赛车的时候，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使用了。あの皆さんご存知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ケニー・ロバーツね。で当時あのアメリカであのレースをするときによく目立つような色ということで、黄色と黒の非常にこうハイコントラストですね。その組み合わせにこの四角がこうチェーンのように連なるチェーンブロックって当時は言われてましたが、まあ、そういったグラフィックを採用したのが初めてだと言われています。是，那希望光是我们看到就是荧幕上面投出来这个，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肯尼王。那当时呢，其实呢就是利用了这个黄色跟黑色这个非常具有强烈对比的这个配色呢，来当作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那个标志。然后像它这个呢，有四格，一个像是锁链，一个连锁的概念，所以当时呢也叫做 chain block。はい。でですね、このカラーリングは去年発売された60周年のあのレーシングの記念カラーですね。これでも使われているんで、非常にあの人気の高いカラーになってます。皆さんご存知。那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像我们去年呢有我们60周年纪念的这个款式，我们也是使用了这个配色跟它的那个样式，而且呢也是有非常高的人气哦。でですね、このケニーの活躍のおかげで、このチェーンブロックっていうのはヤマハ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であってですね、まあ、その後どんどん変化していきます。那也因为我们肯尼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活跃，所以呢它的这一个 chain block 的一个标志也成为了就是那个ヤマハ赛车的一个标志。その後こう赤になったりとか、パターンがどんどん斜めになってきたりとかですね、あえてダイナミックになってきます。で最終的に今こちらの、まあ、レースバイクで使われているのが、ちょうどシートの下ですね、あそこに、ブロックパターン、ごめんなさい、スピードブロック入ってますけど、まあ、これが、まあ、現在シンボルマークという形で非常にこう小さい、非常に強いシンボルマークとして今は存在しています。是，那随着时间的演进呢，其实它也有一些配色上不同的改变，像现在呢有就是变成红色啊，或者是呢它有可能就是从很大的一个就是标志变成了比较具有象征性比较小的，像是我们看到右边这一张图，它的那个椅垫下方就有一个比较象征性，像这样子有点斜斜有动力感的这一个标志，也是我们的 Speed Block 的一个就是标志的放置的地方。これがこの3つに共通する、まああのレーシング基調。是，那因为像我们的 R3 S Max 以及我们的新进站，其实都是比较就是接近这种运动型的感觉，所以呢，这也有就是搭配了这个 Speed Block 的一个标志。九州はレーシングというよりはもう少しこう、ファッションオリエンテッドなスクーターのものですから、若干アレンジしています。那因为我们的 QC 呢，其实是比较有那种时尚感的，所以呢，也是有做了一些调整，然后把这一个就是特别的象征放在上面。詳しくはどちら？是，那既然都已经讲了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一台一台请我们的一色设计师跟我们详细的来解说一下？じゃあ一つずつお願いできますか？はい。じゃあまずね、あのこちらの R3 からですね。まあ大きくは3つポイントがあります。まずあのカラー＆グラフィックの部分ですけど、これはあの、まあ、見ての通り、まあ、現在の、MotoGP、モビスタヤマハレーシングで、使われているカラー＆グラフィックをベースに、全体を仕立てています。是，那我们先从我们的 R3 开始，因为我们的 R3 呢，它呢就是是我们的这个 MotoGP 这个赛车的工厂赛车，它为主要的这个型。然后像我们的那个 Movistar， 其实呢也是有我们那个主要赞助商的这个 logo 有在上面，所以它的型呢主要是以就是赛事的这种型作为基底的。非常にこのスポーティーなグラフィックですね。二つ目のポイント、これ非常に重要なんですけど、ゴールドのオンサマーク、それと合わせてゴールドのキャリバーですね。このゴールドのアクセントが非常に重要 でなぜかというと、このゴールドのオンサーマークっていうのはレースモデル、あとあのレースモデルにしか使っ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ね。で通常のモデルはシルバーしか許されてないんですよ、ヤマハの中では。
なので、まあ、今回ゴールド使える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レアなケースです。是，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第二特点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赛车的这个车型，所以这种款式的话，它就在我们的那个音叉的这个标志，以及在我们的那个卡钳的部分呢，它特别使用了金色，特别使用了金色，因为像我们一般的车型的话，都是使用的是银色，只有在我们赛车的车款上面才特别使用金色。はい、そして三つ目のポイント、まあ先ほどの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と、あと30周年エンブレムですね、こちらに。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谈到的关于我们的这个 speed lock 以及我们三十周年的这一个纪念诗贴，都有在我们侧边这边可以就是看得到。是，那这就是我们的 R3。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S Max。次あの S Max なんですけど、まあこちらの S Max とシグナスに共通するのは下の塗り分けですね。ここから下塗り分けていきます。でこのまず基本のカラーから言うと、まあこのブルーは先ほどのレーシングブルー、下はテクノロジーのシルバーですね。これを、この S Max でいうと、デザインテーマがより、こちらの伸びやかなっていうのが こちらの、デザインテーマなんで、それを強調するようにツートンを、長手方向に、セパレート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デザインの、ポイントになります。是，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S Max 跟我们的新进站其实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这个涂装分色的涂装部分的话，上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Racing Blue， 下面呢就是代表了高科技的这个银色。那所以呢，像我们的那个 S Max， 它就是比较有一种就是延长的感觉，就是那种流线拉长的感觉。所以呢，它也是就是上下是颜色分开，也是可以做这样子一个流线的那个延伸感。というわけで、二つ目は、先ほどの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はですね、長く手方向のデザインに一番合うように前のこの位置に配置しています。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 speed block 呢，它其实就是采用一个就是斜的一个斜上的一个方向，也让它的流线感可以就是增加。それによって S Max のデザインが非常に引き立つ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した。で最後のポイントは30周年のエンブレムは真ん中に。那同时也是考虑到我们 S Max 呢，它是一个就是比较主要在重心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就是车头的前方这边设置了我们的三十周年的纪念诗贴。是，这就是我们 S Max 的这个设计的一个要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进站。はい、じゃあこちらシグナス X なんですけど、こちらのシグナス X のデザインテーマは凝縮感、コンパクト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すから、あえて今回はですね、縦に色を分けて、あんまり後ろの方に引っ張らないように、先ほどのツートーンをよりコンパクトに見える方向で走っています。那跟我们刚刚那个看到的 S Max 比较不一样，它虽然是使用了就是那个 Racing Blue 以及就是银色的这个分色涂装之外，它呢其实是采用了一个比较有集中感的一个设计。所以像它刚才的颜色涂装，一个是拉长，一个呢就是比较强调在前面，不会说延伸的很久的那种感觉，它就比较集中，可以让你的视觉就是很 focus 的感觉。でですね、今回の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もコンパクトに見えるように、こちらエンジンがあるんで、ここから力が発生するというイメージで、そのエンジンの近くに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を配置しています。是，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像我们的 speed block 呢，它为什么会设置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为了让视觉看起来比较集中，所以它就从我们的引擎的这一个放置的位置，从这边延伸了一个 speed block， 也让它看起来是更有动能的感觉。でですね、最後の30周年のエンブレムの位置なんですが。こちらの安定的なセンターじゃなくて、こちらよりアジャイルを強調して最後に配置しています。那跟刚刚那个 S Max 不太一样的是，因为它是比较追求一种安定感，但我们的新进站它是比较追求是一种冲劲，所以它就设置在我们的侧边。原来如此，这就是我们的新进站的设计的一个特点。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QC。じゃあ次 QC。QC はですね、まあ先ほど申し上げたように、よりファッションオリエンテッドのモデルなんで、あまりレーシングを強調せずにスポーティーな方向で仕上げました。で、基本的な色の組み合わせはレーシングブルーに、まあ先ほどゴールドのアクセントって話しましたけど、そのゴールドのアクセントをホイールであるとかバーエンドとかクラッシャーの周りとかね、あといろんなところにアクセントカラーとして使用しています。是，那因为呢，就是刚刚也有提到过，就是不同于我们前面三款比较那种运动型的，我们的 QC 呢是比较有时尚感、比较街头风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它除了就是使用了 Racing Blue 之外呢，它也有跟那个 R3 一样，有使用了金色的一些就是那个素材，像是我们的那个轮框啊，或者是我们的就是闪灯，以及我们的后面的把手部分的话，其实都是有金色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先ほどスピードブロックもですね、モロだとちょっとやりすぎになるものですから、
今回は、ちょっとチェッカーフラッグみたいなパターンと、あとストライプのような見え方ですね。これによってよりファッショナブルに見えるようにスポーティーテイストに仕上げました。是，那因为呢，就是我们 Speed Block 呢，在之前呢都是那个比较看起来运动型的感觉。那如果在时尚方面呢，它其实呢就把那个Speed Block 呢用比较类似方格起一个延伸的概念，然后就接成一个直条形的概念，让它们看起来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可以有那种在街头走起来也是很有这个特别的感觉。最后呢，三十周年的 Emblem はセンターにこちらに配置しています。是，那最后呢，我们这个三十周年的这一个饰贴的话，就是贴在我们的正中间。对，以上呢就是我们这四台车分别不同的就是商品的设计特色。那也请各位的贵宾给我们的一色设计师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谢谢他精彩的演出。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马里奥·马斯塔。哇，看起来真的是非常不简单，而且呢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尤其是听到了就是设计师介绍这么多的特点之后，那但是相信大家呢也会觉得，哇，看起来这么令人惊艳的车型，那不知道它的售价是多少呢？那现在我们话也不多说，接下来就按照我来为各位揭晓，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看 ，R3 24万6千元 ，S-Max 92800元，新进站79800元，以及 QC 68900元，请各位贵宾掌声鼓励。哇，非常令人惊艳的一个价格，对不对？而我们的新车呢，其实从五月中旬之后就会可以开始交车，只要5月18号呢就可以到店来赏车，并且可以领车。那同时呢，有这么令人惊艳价格之外，我们有随车附送好礼。附送什么样的好礼呢？我们呢，在我们的 QC 新进站以及 S-Max 在随车，只要您购买的话，我们就会赠送这一件纪念 T 恤。现在呢，有我们的 model 现在所穿着，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购买的是 R3 的特仕版的话，我们也有送这个厂队纪念衣。现在呢，也有我们的 model 的身穿的这个我们的厂队纪念衣，让大家来看一下，可以兼具这种运动时尚感的，就是我们这次随车附送的这两款。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车款部分呢，除了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五月中呢，我们的有三款车在台湾已经可以交车之外，由于 R3 它是进口车款，所以到八月才能交车。那如果想要事先看到我们 R3 的实车的话，我们从五月七号到5月29号呢，在我们各地都有雅马哈咖啡有来做展示，欢迎呢所有喜欢我们 R3 的那个车迷以及所有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现场来赏车。好。那现在呢，为了要纪念我们这三十周年的四款特仕车上市，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雅马哈长官来到舞台上来做合影留念。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 Takeda Sogeri 武田总经理、高崎厚高副总以及我们的中千武总经理 Takaki Sogeri， 掌声欢迎。欢迎，哇，现在呢也是换上了这个由我们 Racing Blue 的这一个特色的这个设计的外套。哇，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时尚帅气，而且呢很有这一种潮感，搭配我们这三十周年这个四款特仕车，真的呢接下来一定会让所有人风靡，因为呢非常的特色，非常的有魅力。今天就在现场呢为大家来展示一下，那请我们的 Takeda Sogeri， こちらへどうぞ。はい、こちらへどうぞ。Takeda Sogeri， こちらへどうぞ。高崎副总，先请。来，请我们两位 model 也可以靠近我们的长官。那请我们长官可以给我一个赞吗？我要你更多，你应该行吗？来，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麦的看没了，你应该行吗？来，我们先看一下前方的镜头，请我们现场媒体朋友们来捕捉一下这值得纪念的一刻。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左边的镜头。大力的话，你应该行吗？来看一下左边的镜头。来，左边的镜头。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右边的镜头。你听到吗？我的应该是吗？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右边的镜头，有我们的 R3S Max 新进站以及 QC。那最后呢，再回到我们的中间，真ん中の方もう一度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我们的四款三周年的纪念特仕车，从今天开始呢就已经登场在各位面前了。来，我们最后三秒钟，三、二、一。请热烈掌声，谢谢我们台上雅马哈长官，也恭喜我们的三十周年特仕车正式登场，谢谢，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好的，谢谢我们的长官。
长官，那现在呢，相信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应该呢很想要进一步的来就是近距离的赏车。那我们稍后呢，在我们的会场的左方这边呢也有设置我们的展车区，现在就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准备布置一下，稍后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展车区，让各位贵宾呢可以来近距离的赏车。那同时呢，我们也有就是那个实车的 R3 在我们的舞台上，欢迎呢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以及媒体朋友们可以往前，甚至呢到舞台上，甚至到舞台上呢可以来近距离的将我们的这个细节以及特点把它拍下来。那我们同时也有就是请到美丽的 model 为我们呢随车可以让大家来拍下非常的精美的照片，把它分享给我们所有热爱雅马哈的车迷朋友们。这样子比较有那个比较有在赛车的感觉。来这边哦。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来这边。来看一下，稍微左边一点。这里。来稍微左边一点。好。来，我们右边，右边那边，右边视线，我们麻烦统一一下，看一下右边，右边。好，那我们现在再次回到我们中间正前方，正前方。这边好，谢谢。那现在在我们舞台上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雅马哈30周年的纪念特试车 R3 的特试款。来，我看一下我们前方，看一下我们前方。正前方，正前方。哦，好，下面还有，我们有地下一楼的。好，这边。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前面。三、二、一。好，来，三、二、一。好，谢谢。那现在呢，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我们的贵宾，我们的在那个展车区这边的准备已经完成了。也请各位贵宾以及媒体朋友们呢，可以移驾到我们的展车区这边来做观赏。来。来，欢迎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以及贵宾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展车区这边来做现场的赏车。除了我们在舞台上的 R3 之外，我们还有 S Max、新兵展以及 Fusion， 欢迎大家都可以将我们刚才所介绍这些特色，一一的把它分享给我们所有的车迷朋友们。来，欢迎在我们的展车区这边来做拍照。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现场也有做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服务，只要看到有穿着 Racing Blue 这个蓝色标志的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工作人员来反映以及询问。来，现在呢，在我们会场的左方展示区，在我们会场的左方展示区已经准备好了，欢迎各位贵宾以及媒体朋友们可以前往拍照。如果我们媒体朋友们想要拍比较细部的一些那个它的那个细部的，然后拍比较细部的话，也可以到你身上。谢谢。你要我现在就下要给你看？要。是真的吗？因为现在直播是不是？对，直播。是。那现在我们五天总经理呢？哇，现在的话对我们的 R 先生们来，请帮我们捕捉一下好吗？来帮我们捕捉一下。这边。大会泡泡，现场遗失了一只 iPhone， 这应该是五系列的手机。如果有遗失的话，可以帮我们来到那个工作人员这边来做领取。哎 ，microphone， 你等一下，我等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看左边，一下等候，我们来什么？是你的是哦哦好好谢谢。好，来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们需要捕捉一下，耶、yeah ！你好，お願いします。你好，很帅的，啊耶！那我们后方的媒体朋友们有捕捉到吗？好呀，这个五星哦。好，来东边，哎左边，来我们稍微在中间，集中中间一点，来我们中间再来。好，来，麻烦等等，我那个什么。这边。好，我们雅马哈30周年纪念特试车4款呢，从今天开始已经展现在各位面前，也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并且把我们所有这些特别的一些设计以及理念呢，可以分享给更多的车迷朋友们。
来再右边这边也需要吗？你听得后，不好意思，我没开始吗？你听得后，知道没开始吗？现在我们的五平总经理帅气的化妆在我们的阿丹上面，感觉好像真的就要去赛车一般哦。好，还有方面朋友们，来，下一轮我们走，你看什么？下一轮，帅气英姿，赶快捕捉下来，因为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刻哦。三十周年的测试车款，好，谢谢，谢谢，再来一个，再来吗？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下次进入到。